台北是不是这几个礼拜都在下雨？对，今天难得出门。没有。所以今天、昨天哦，可以。今天晚上。明天会下雨。哎呀，大家把握，还好我们相聚的时候。也没有关系，下雨很好，就下雨中东西最好。对啊，真的就跟浇水。我以前种东西的时候啊，我就很期待，就是那个可以下雨，因为每天要就是要浇水都很麻烦，或要去看水源啊什么就很麻烦，所以那个下雨对我来讲很开心。老天爷自己灌水，这样我就不用去选田，可以在家里听音乐啊，追剧。是我很早以前有帮一个唱片公司配唱的一首单曲，叫《长春花》，有听过哈？那《长春花》其实它叫什么？假草还是什么 ？Flows， 你可以查，大家可以查看。那这首歌是嘉义阿里山的高医生先生的作品。高医生先生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，如果你们就是可以 Google 一下，可以看到他的故事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都应该要去看一下他的故事。那他除了是政治家，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音乐人，他写了很多的音乐在部落里面传唱，然后我就很荣幸有一天我可以拿到他家人唱的 CD。我非常喜欢他里面几首歌，特别是《长春花》。窗外有朵美丽的长春花，随风摇曳，这是真美丽啊！美丽的长春花，我要捧着你，越过山山高峰，长春花。